惊。你讲，恁小妹哦，唔知是安怎，天生的贱骨头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贱骨头啊？伊都无爱用用，毋是贱骨头。哦，安尼叫做验命啦。哦，验命，真验命。小奶奶无爱做，来到阮手搞阮好家人，查囡仔路才真济嘛。伊就伫咧花园哦，看人伫咧打水打花，伊兴趣啊，讲鸡毛啊，然后讲啊，你要坐你要坐阿弟啊，你去边啊，我看到，分担提起来哦，迄水饺是毋是阮弄的？大溜溜，讲一个，伊佫袂死心，明仔载爬起来佫讲，我看到。第二个，一礼拜内底讲七个，只一零一零，啊嘛讲了真招人啊！一礼拜讲七零安尼，蔡兄，你拢周鸿文，伫咧讲是有影无影？有影叫分担讲过啦。是啊，安尼是安尼，真是是安尼。好啦，啊你著讲啊，当然大兄相信你，鸿文，恁家我唔捌去，林家吼我若有机会。我要去恁家佚佗佗哩，但是顺便我要去恁家的花园哦。花园要创啊？我要去恁家的园，看迄支笨刀藏伫什么所在。我若看到迄支笨刀，我一定甲伊摇起来。我甲伊压做两块，互伊无再条讲不消的。啊，你甲伊生命咧计较？当然啦，伊甲阮讲，一礼拜讲七零呢。我会记啊，袂记？会啦，大家嘛会记。好啦。啊！你哪有讲安尼？啊！你搁有伤痕迹呢？倒去小奶奶做，莫加无去做阿弟来看。